若不是你，我早就已经蜕变成魔，若不是赵幽，我早就已经回归魔域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是谭太监，还是魔神？好啊，那我索性就将一切都说个明白。 你我一切纠缠都犹如此物。现在。 你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，开心吗？乾坤剑法，撤！